我们首先敬礼传承祖师，敬礼两名和尚，敬礼沙迦正空上师，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，敬礼图登达尔济上师，我们敬礼坛城三宝，敬礼今天护摩的祖尊，中央大圣不动明王，师母丹增嘎措。各位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堂主及各位同门，还有网络上的同门，今天我们一会的贵宾是中国中中委会会计师。特丽莎师姐恩的哈斯们，印尼总统辩护顾问康妮达特，庄敬耀医师。台湾雷藏寺公关主任王知祖师兄，中国中博士教授团叶淑文教授，加拿大温哥华日夜中医针灸诊所杨杰女士。及公子成名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那今天我们是做这个不动明王的护摩。这一尊是很尊贵的啊，很尊贵的。现在呢，先插播一个广告啊。下个礼拜天。是9月22日下午3点 PM 做金刚萨埵伏魔法会，下个礼拜天是金刚萨埵伏魔法会。那么金刚萨埵有好几个手印，很多种的，但是我们大部分都是以握拳。然后交叉置于胸前，它的手印。它种子日是白色的 Home 日。金刚萨埵的真言是短咒 Om Bija Sat Do A Home Pay Om Bija Sat Do A Home Pay Om Bija Sat哄配。那么它的长咒呢，也就是百日明它的长咒就是百日明。有三个菩萨都是跟金刚萨埵有关的，一个是金刚萨埵，一个是金刚心，一个是金刚手。金刚手、金刚萨埵。
是菩萨，金刚心，另外还有一个金刚手，啊，金刚手是金刚明王，啊，金刚萨埵呢，也就是五佛化身的法王子，在密圣里面，密教里面呢，啊，密圣里面。可以讲他就是法王子，也等于是教主的身份，密教的教主的身份。那么这个不动明王，你如果到了日本，很多庙都有啊，很多的日本的密教的寺庙都有这一尊啊，中央大圣不动明王，中央大圣不动明王，他是毗卢遮那佛啊，中央毗卢遮那佛他本身的金刚像，本身的金刚像，有五大明王啊。跟五佛化身为五大明王，五佛化身为五大明王，那么八大菩萨化身为八大明王，八大菩萨也化身为八大明王，其中中央毗卢遮那佛化身的就是不动明王。在日本很多供奉不动明王，因为他的威力最大。那本来这个台湾的这个法华堂，嘉义法华堂啊，他是邀请做一场法会，是莲音啊，莲音法师，石头音啊，莲音法师，他晚上的时候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了这个五色的不动明王，梦见五色不动明王。那五色不动明王分，就不动明王分成五个颜色，守护在中央跟东南西北，啊，东南西北四方。啊，这个五色不动明王，他们本来是邀请师尊去嘉义法华堂啊做五色不动明王的法会，而且是莲音法师他本身梦见了五色不动明王。那这个法会呢，这个受邀请以后啊，师尊也说，那五色不动明王以前很少听过五色不动明王，那么你有这个资料吗？莲音法师啊去找，结果找到真的有五色不动明王的资料，在日本的时候曾经做过五色不动明王的坛城。来守护这个 Kyoto 啊 ，Kyoto 就是京都，守护这个京都，有做过这样子很大的五色不动明王的法会。在日本呢，可以查得到这个五色不动明王，而且他的主要的啊这个法师，主要的法师。还有他们怎么做五色不动明王啊，都有的。那这个法会什么时候做呢？时间还没有定下来啊，时间还没有定下来。那要看这个机缘啊，看机缘这个
很多事情都是现在都是要看机缘，时间啊、地点、人、事、物都能够在一起的话，啊，我们就有这个五色不动明王的法会。这不动明王啊，他的一只眼是这个瞋目，瞋目就是很凶的；一只眼是瞄目，就藐视你的意思啊，啊，藐视那些鬼怪、妖魔鬼怪。他落牙齿是上面的牙齿，虎牙獠下。下牙獠上，面非常的愤怒，周身出红色的火。他的右手在拿龙的剑当胸，喷吐凤凰火，左手紧握金刚锁，有立相也有坐相，啊，坐相就坐在磐石上。那不动明王啊，是八大明王的首座，是金胎两部部主，大日如来偏照金刚的变化身及教令轮。大日如来，大日如来就是中央毗卢遮那佛，大日如来偏照金刚的变化身及教令轮。不动明王是十大愤怒尊里面最凶的，最凶的。啊，我以前曾经做不动明王像给大家看，但是这个不是很好看，这个愤怒像啊，愤怒像。他主要他的愤怒像单打做宝剑，拿着金刚锁，然后呢他这个下唇咬上唇，假设这个这个上面的虎牙啊、哦，这个向下可以看得到虎牙，下面的虎牙向上，向上这个牙齿它是露出来的啊，非常那个很愤怒的那种像。那么它的手印呢，就是剑印。剑印，拔剑印啊，这个是剑印啊。一般人讲说，他只要他的剑拔出来，他不动明王的剑只要一动一拔出来，就是要见血的，一拔出来就是一定要见血的啊。这个传说里面是这样子啊，不动明王。他这个如果是要杀这个妖魔的话，他只要他的剑会发出声音，他的剑发出声音就是他要拔剑，就是有这个不好的东西进来，他的剑发出声音，然后他只要一拔剑，那个魔就没有了。所以以前我这个好像在十月吧，阳历的十月是三号吗？那鬼伯有一次这个派遣他的五大鬼到我家来，那八月的时候我答应他说啊，让你独立
啊，让你去独立好了，我也不想伤他。说八月的时候让你独立，想不到到了十月三号那一天晚上，我在睡觉的时候啊，突然间惊醒。我睡觉从来没有惊醒过，我很好睡。啊，如果有起床，就是尿急的时候才起床，因为实在是膀胱装不下去了，都是水的时候我会起床，平时我从来不起床呢，哪里有这样子在睡的时候突然间，一开口一张开口，就大力金刚从这个我的嘴巴飞出来。就这一尊是大力金刚，从我嘴巴再飞出来，然后四面的不动明王，我是用四面的不动明王去做结界的，四面的不动明王全部都动。那五大鬼进来的时候啊，带着鬼兵、鬼柱、鬼马。一大堆的鬼一起到我家来，在大概是十月三号吧，我书上写的那个日子不一定对，因为太时间太久了，几年前的事。十月三号没有错，我就是这样子睡觉，我睡觉很安稳的，从来不会惊醒。哈，这样一惊醒，那个嘴巴一张开就。大力金刚，这一尊大力金刚从嘴巴飞出来，然后就跟着四大鬼，四大那个不动明王，四大不动明王就冲出去，冲到我家门口，哇，来了千军万马，千军万马的鬼，就五大鬼率领的。那五大鬼就是他们讲的吧，什么小林是日本的忍者，一个就是那个中村一武，中村一武，一个是渡边一郎，再来就是黄金泉是魂场主，另外一个叫做林良之，他们讲的两个是华人鬼，华人大鬼，三个是日本大鬼。哇，率领所有的兵马通通过来。那我躺在床上，我就想说，哎呀，糟糕了，怎么办？要不要我出去啊？好，我去助阵。我躺在床上啊，听那个响声啊，就是那个好像是说克洛佩拉的声音，克洛佩拉你知道吗？克洛佩拉是日本话吧还是英文？螺旋桨，克洛佩拉是英文，但也是日本话外来语啊，啊，日本话的外来语，克洛佩拉就是那个不动明王把剑抛出去，这是旋转，就变成克洛佩拉，克洛佩拉就四只克洛佩拉这样一直飞过去，把那些鬼的头全部砍下来。哇！那我那个屋子里面呢、啊，乒乒乓乓，乒乒乓乓，一直震动，一直震动个不停。一下子门啊，砰！一下子这个衣橱间也砰，冰箱什么东西砰来砰去，好像在作战一样啊。还有那个螺旋桨，那就像直升机的声音这样子，一直在旋转，一直旋转。一转过去，那个鬼头啊，我看见那个鬼的血啊，在喷出来。形神戒魅，哇，全部这样子扫啊，四个螺旋桨这样子拼命扫，这个不动明王的剑这样子扫过去，
差不多少了20分钟，我在床上我听了20分钟的打战的声音，四个不动明王，然后跟大力金刚，他们又变化成为千千万万的不动明王跟大力金刚出来，然后对付千千万万的千军万马的鬼兵跟鬼的领袖。20分钟，终于把鬼伯派遣来的那些鬼全部歼灭掉，全部歼灭掉，全部化为无形，全部都没有，一下子就静悄悄的。20分钟以后，我就下来，这看了一遍，什么也没有，空空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是鬼伯派遣他的所有五大鬼率领千军万马的鬼来对付卢师尊，来对付卢师尊。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在法座上讲，我有不动明王，我有大力金刚，天天在守护着。那你哪里敢叫鬼？你真的是不自量力耶！我那时候我在法桌上这样子拍桌啊，拎杯的家喝大卖照。你们别的家喝大麦照，你爸爸在这里，有胆就不要跑。你这些鬼啊，不要欺负我那些善良的弟子。要找你就找头，你就找我。你以为卢生燕好惹吗？我是抓鬼大王，你不要看起来看卢师尊啊，这个温温的，平时啊好像很温和的样子，我愤怒起来的时候啊是很凶暴的，因为我们儒家的传统。然后我祖父是非常凶暴的，他是凶暴第一名的，凶暴第一名。他看不顺眼的，马上就过去了。我父亲呢、啊，当然呢、啊，更是凶暴。我小的时候被摧残得很惨。是在暴力家庭里面长大的。我讲过有一次嘛，我不吃药，小的时候不吃药，几岁我不吃药，我父亲从后面过来，二话不说把我从椅子上抓起来，你知道那时候才几岁，他双手举到高的地方，底下是水泥地耶，他这样抛篮球这样抛过去耶，我掉下来的时候，啾一声啊！我妈妈赶快跑过来看，哎，好像没死，还活着。我父亲的暴力是很厉害的，那个日本的那个 boken 你知道吗 ？boken 就是木剑，日本人拿的这练习的这个木剑 boken。日本武士拿的那个木剑，他小的时候打我这样子，用米字砍法，耶耶耶耶，哇！这一砍麦克风就歪。
剑打到断。你看那木剑多厚啊！木剑呢？你只要知道木剑哈，木剑。那谁懂得日文呢？叶淑文教授，我讲木剑，你听得懂吗？哎，木剑嘛，木的木头做的武士刀，那个对打日本人用武士刀对打用木剑的时候是咔咔都不会断的，我被木剑打到断。你看我父亲多凶暴，我遗传自我祖父亲，我当然更凶暴。但是因为学了佛，就变成啊这个金刚的心呢、啊，变成了烧纸柔，那怎么念呢、啊？绕指柔，就变成心就软了，心就变软了，没有以前那样子的这个那个暴怒的那个形象就没有。我祖父是暴怒的，我父亲也是暴怒的。我祖父跟我父亲从来就不怕鬼，因为他凶起来比鬼还凶。我凶起来也是比鬼还凶，真的让我生气，真的是真的发起这个成火，成贪嗔那个成，成火一燃烧起来的话不得了了，天崩地裂啊！真的，我也是很凶的，但是现在已经修行了，既然修行了，就把这个成火给它熄灭了。不过真正讲实话，对的那些恶鬼我还是很啊，会展现很凶怒凶恶的相出来抓鬼。那钟馗啊，钟馗他是吃鬼啊，他吃鬼，我也吃鬼啊，啊师尊也吃过鬼，师尊也一样吃过鬼。卢师尊啊，把那个有一个鬼现身在我旁边呢、啊，那舌头伸得好长，嗯，舌头伸得一个泥鬼站我旁边，舌头伸得好长，啊，伸到拖到地上了，我就用手碰他的舌头，嗯，今天晚上可以吃这个鬼舌汤，鬼舌汤，可以煮鬼舌汤。那个鬼听到说我要煮鬼舌汤，他舌头就收回去了。真的，我家里我也有几个鬼啊，真的，他们躲在冰箱里面。你看那个师母也有看到，我只要走进冰箱本来是在充电的时候，它是会发出声音的，那是一种呜什么声音啊？那个反正冰箱发出来的声音，但是我只要走到冰箱就会砰一声，砰，那不是充电，那真的是那个声音，师母有听到啊，他有听过。你看我走过厕所的时候，厕所也发出响声啊。就砰，那个好像马桶盖啊，那个厕所那个马桶的盖子敲在那，很一很下来敲到那个一样的那种声音，敲。我不走，他就不响。我走到厕所门旁边，啊，他都不会响。我只要走近一步，他马上砰一声。我一看，你还在那里，你不给我逃，他就赶快逃走。那冰箱那几个我是给他保留，有三个冰箱，有三个鬼在里面，
因为都是女鬼，而且这些女鬼都是很漂亮的，都是很漂亮的。他有时候啊，我早上起床啊，他们也好意，很好意耶，对我是真的，是很非常的温柔。他哦，早上起床，他帮我那个刷牙杯注满了水，另外牙刷呢注满了牙膏，等我刷牙。那三个女鬼我写在书上，很棒的。那三个女鬼真的皮肤啊，又白又细又润，哇，我没有看过这样子的。那相貌呢，非常的妩媚，相貌又非常的妩媚，又带着一种鬼的妖气，哦。那个虽然呢、啊，这个天女都是很美的，但是世上真正妖艳的女鬼啊更美。所以她跟我相处得很好，我保留了三个，其他的全部都赶走了，其他这些丑的女鬼来干什么？丑的女鬼我不要啊！丑的女鬼啊，像那胖胖那样子的，哦，哎呦，那很恐怖。那苗条啊，非常的苗条，又漂亮。晚上没事啊，他们也会表演才艺。也会表演才艺人给你看，哇，真的是，色不迷人呢、啊，人自迷，谁叫我呢？英雄本色，刚刚讲不动明王啊，真的。很厉害的，很凶的，很凶猛的，他八大冥王的手，他真的可以帮你驱邪除魔啊，除杠头，非常有效，非常有效，很凶猛。那么他也是一样哦。你看他的这个宴哈，你看，见我身则发菩提心，闻我名则断恶修善，闻我说则得大智慧，知我心则可以寄身成佛。你看嘛，他的誓愿不得了的，知道不动明王的心的，就可以寄身成佛。闻听到我说法的可以得大智慧，听到他的名字的可以断掉恶，变成修善，见我身则就发菩提心。这是他的本身的誓愿，非常伟大的。那我家里也有供奉不动明王，但那三个女鬼，当然我做结界的时候啊，他们是在冰箱里面，他们都住在冰箱。我说是那个冷场冷冻的地方非常冷的，你们怎么住在那里？他们告诉我，那个温度就是他们的温度，就是他们的温度，所以他们住在冰箱里面。那今天再讲一点道果哈。
有六种的教授，一个是共通，一个是除毒，一个是受甘露，一个是截断，一个是遣直，一个是彻闷，一个是收散，再来是个瑜伽大自在。那么瑜伽大自在又分为见、除毒、受甘露、截断，另外还有静力，就是禅定、除毒、受甘露、截断。现为速生禅定，切其过失，发显效益，故而教示六教授。总体而言，教授即梵云优博提舍为尽力，亦即少难而能速发妙果。就其利益，可分为四分位：心不住、领住、能事任何定、得意、除过。以此四法，一切所修之道，不可能不择其一。其一之类别为所谓妙咒颂。分二，我先讲这个哈。它主要呢是要让我们瑜伽行者能够很快的产生禅定，能够很快的产生禅定，那个把那些禅定的过失啊，很快的给它消除掉，发显效益，故而教示六教授。才跟大家讲廖教授。总体而言，就总而言之啦，什么是教授呢？也就是经典上所说的，为优博提舍为尽力，亦即少难而能速发妙果。其实就是说，不要有一些障碍，把障碍能够除掉，能够很迅速的产生这个禅定本身的果出来。就其利益，可分为四分位：心不住、令住、能事任何定、得意得到益处、除过。告诉大家哈，心不住、令住，就是我们的心在做入三昧地的时候，入三昧的时候，你心不住三昧地，到处跑，到处游走，到处找，心到处走。其实我们本身来讲起来要禅定也是蛮困难的，这必须要经过很长久的练习，长久的训练，才能够入禅定。很难禅定的，你要稍微定一下，你就觉得坐不住了。像六世达赖喇嘛的情歌一样，要观想本尊，本尊没有来，结果来的是他的情人。观想本尊，本尊想不出来，来的既然是他的情人。所以你看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常常跟那个讲，跟那个福音讲，福音啊，就是那个我牵手那小女生，那个小很小，几岁？两岁啊，
四岁，福音四岁啊。他今天有没有来？有啊。他到底在想什么？真的，他两个眼睛这个就是很忧郁的。四岁，忧郁，很忧郁的。那脑海里面不是在想什么？我看他的眼睛呢，知道他在想东西。真的，就是那样子，他的心 不定。你心如果定下来，完全静止下来，定，当然定有很多种，跟由呼吸产生定。你呼吸调得很均匀，那么心就会慢慢的啊，也就是树六根为一精明。一句话，把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全部约束住，树六根为一精明，变成一个精明，就是定啊，精明就是住了，住心。我们专注一件事情，你在做事情很专注一件事情，你忘掉周围的一切，专注一件事情，就是心不住令住。你心不定，你就是让他的心定下来。能是任何定，很多种定是不一样的。我告诉大家，关于土的定，你发挥了土方面的定，你会变成一座须弥山，一个大山出来。你禅定的时候接受，你感觉到你自己变成一座大山。还非常的稳，完全不动。关于水的定，你会知道宇宙当中的法流进到你的身体，你身体所有的业障化为黑色的水，从毛细孔流出去。关于火的定，那个全身非常的温暖，产生大热，而且那个火啊，把你心中的所有的一切的烦恼全部烧得一干二净，变成清净。那是火的定，火的定。关于风的定，你可以很迅速的飞行到佛国的刹土。火的定啊，我这只手一伸，这只手已经经过了84000个佛国，一直到了很深很深的这个宝相如来的佛国。那里有个宝相如来，我的手伸到那边去，好，再收回来，很迅速的。那是属于轰的定，轰的定。而且呢，我一下子我出现在玛哈双莲池，一下子呢就是在华严世界的净土，一下子呢在现见净世界的净土，一下子我在圆通世界的净土。那个是属于轰的定，这个就是能是任何定。你知道你的禅定是属于什么样子的禅定吗？我刚刚已经讲了四种禅定，不只是四种哦，啊，不只是四种，甚至有十种禅定以上。你从禅定中得到了接受，得到了利益，
而且能够除掉你禅定中或者你的所有的业障，除过所有的业障，全部消除干净。啊，这里主要是讲这个。A 问 B， 人的身体最重要的器官是什么？B 回答是脑子。A 说错了，是心脏。人如果没有心怎么活呢？ B 回答，那个人没有脑子也活不了了，也一样活不了啊。A 就讲说，谁说的？你还不是照样活得好好的。我们是心重要还是脑子重要？我现在问大家，心重要还是脑子重要？心，那你没有脑子哎。啊，三言当然是没有脑子。心重要还是脑子重要？啊，你还是讲心呢、啊？真是没有脑子。两个都重要，哎，两个都重要。哎，告诉大家，心是无形的，不是指我们心脏的心呢。这里所讲的心呢，就是你的念头啊，你的念头啊，你那个念头啊，真的，我们修行就是在修那个念头啊。你把念头修正了，你的行为就正了。你行为先守了戒律，你的念头也会正啊。所以心是本身是无形的，根本没有心。这个笑话是这样子讲，有一个食人族的酋长，过中秋节，他狠狠地甩下手中的误人月饼，他说骗人的，里面连一个人都没有。你看人都是有欲望的，人本身都是有欲望，人啊都是有欲望的，你能够降服自己的欲望，这是一个要点啊。我们在讲禅定，道果里面讲到很快的能够禅定，因为你降服了你的欲望，你就很快就能够禅定。你如果降服不了你的欲望，你的欲望在无形之中，你念头里面有了欲望出来，你就不能够禅定了。所以先降服自己本身的欲望，把自己的很多的欲望给它降服掉，像财啊、色啊、名啊，啊，财、色、名，这些都要降服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否则你一打坐的时候想到金钱，啊，想到色，啊，想到你的名位，就都不好。
所以先降服自己的欲望。这里讲人生，人生，标题是人生就像大便。真的人，我们人啊，念头真的是变化无穷的。我不骗你，你看嘛，这个就有很多的变化。人生就像大便，一旦冲走了，就不会再回来。人生就像大便，怎么拉都是那个模样，可是每一次又不一样，每一次都不一样哦。你说哪一次一样？你每一次都一样的话，那真的是不是人。人生就像大便，有时候拉得很爽，有时候拉得五官啊，你的五官啊，全部纠结在一起。你说是不是？真的是这样嘞。人生就像大便，你永远不知道会拉出什么东东。你以为一切很好，结果去拉的时候，哎呀！惨了，拉肚子。人生就像大便，想要怎么结果，就要先怎么摘，这是因果。你吃什么东西会拉什么，你慢慢调整。不能吃的东西不要吃，因为吃了，你就是不行。要怎么拉？就先怎么吃，这是因果关系嘛。人生就像大便，随时随地都可能突然间想，人生就像大便，往往努力了半天，却只冰出几个屁。对啊，你晓得啊，你实在很想去啊，肚子有点问题，很想去啊，结果蹲了半天就嘣，就只有那一声而已啊，其他没有，卫生纸都省下来。人生就像大便，就算点缀的再漂亮，它本身的本质都是一样，它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啊。人生就像大便，只有自己默默的勇敢的面对。你看嘛，一个大便搞出这么多东西，你看这个念头就是不停在转，这个人也是他的念头一直在大便里面转，转了半天终于转出这种笑话出来。他怎么能够禅定呢？对不对？不能禅定呢，不要想那么多，什么都不想，数六根唯一精明，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禅定。讲一个不想的吧，这是不会想的。一个年纪很大的女士，她自己讲的。有一天会议结束以后，我快步走向停车场，便急切地在口袋里面摸索我的汽车钥匙。它不在我的口袋里，结果找公文包也 没有。我赶快回到会议室找，竟然都找不到车的钥匙。我想，有一定把这个钥匙放在车里的吧。
放在走向停车场，但是他拿钥匙的时候已经拿不到，但是他还没有看到车。我的先生曾经多次对我大叫，说我要把当心，别把钥匙留在汽车门上。我立刻赶到停车场，但可怕的事还是发生了，汽车居然不在，汽车不在了。我立刻打电话给警察，告诉他们我现在的位置、汽车的颜色，还有我的车牌号码，我停放汽车的地方。我承认我马虎了，把车的钥匙留在车的车上。然后我无奈地打电话给先生，告诉他我确实把车的钥匙留在车车的锁了留在车的钥匙口，而且车已经被拖了。这个先生沉默了一阵子，我以为电话已经挂断了，后来就听到他很愤怒的声音讲：“白直啊！”他喊：“是我开车送你去的。”现在轮到那位女士，老的女士沉默了，我很尴尬，但因为车居然没有丢，也好好的开心。我说：“好吧，那就请你来接我吧。”这时候他再次喊：“我会去接你，但你先要说服警察，让他们相信我不是盗劫，我没有偷你的车，不然我一出门可能就被抓了，怎么接你？”就是年纪大的时候啊，他会忘掉很多事情，忘掉很多事情。师尊最近呢，很容易禅定，因为我忘掉很多事情，真的，我把什么事通通都忘光，然后就禅定了，一下子就能够住心。不要把很多事情记在你的脑海，尤其是垃圾的事那些垃圾的事这个是是非非啊，诽谤啊，或者人家讲你什么话啊，或者是闲聊的时候那些垃圾的话，那个通通给它清除干净，通通都不要去想，把它忘得一干二净，你也很容易入睡。对，一二一还没有喊到三，他就睡着了。那一二一三还没有三，你已经睡着了。师母也是很好睡你现在很好睡因为你也开始健忘了。他也是很好睡我说我去刷个牙回来就帮你结界，刷好牙我去赶快的跑去跟他结界的时候，天哪，他已经睡着了。然后我就很安静的，我本来结界的声音是很大的，我结界的声音很大，而且会发出声音，做结界的时候会发出声音做结界的力量很大，这个整个墙周围都帮他结界，包括床也帮他结界，包括人也帮他结界，全部把他结界起来。想不到还没有结界他已经睡着了，我只好这样子捏着。不敢发出声音的结界就把它结界完了，把它关灯关好了，我再回去睡。几点了？时间还够吗？
讲了一个小时，现在4:33，还到35，再两分钟，再两分钟就讲一个小时了。念头不要太多，你就很容易入睡。念头不要太多啊，你很容易禅定。睡觉跟禅定非常相像，非常相像。但是呢，在禅定当中有一个精明，有一个明在，光明在。在睡眠当中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，另外一个境界。禅定跟睡眠是不同的。禅定呢，如何讲禅定的状态是什么呀？禅定就是在清醒跟睡眠的中间，是禅定。不是睡着，绝对不是睡着，也不是清醒，所以是在清醒跟睡着的中间，就是禅定。你要能够禅定，念头一定要变成一，你才能禅定。或者最高级的禅定，就是念头变成 zero， 你才能够禅定。好，今天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Om Mani Padme Hum。